脸了，做错事了还这么理直气壮的。这是我真金白银买来的车，凭什么送给他？他自己有手有脚，想要可以自己努力挣钱买呀，别把自己弄得像贼一样。我怎么现在才发现你这么没教养呀，居然敢这样跟我们说话，你是要气死我对吧？我今天把话撂这儿，这车我们要定了，你要是不听我的话，我就让我儿子跟你离婚，看你还怎么嚣张。行啊，那你现在就让你儿子来数数局，我看他站在谁那边。说完，婆婆联系到了大儿子，说明情况后，就让大儿子来数数局。没过多久，儿子就来到了数数局。老婆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你能不能先跟数数同志解释一下，我们自己的家事我们自己处理就可以了，不用把事情闹得这么大的，被街坊邻居知道了会看我们笑话的。杜四五，你实话告诉我，你知不知道你弟弟把我刚买的车给开走了？这个我当然知道，他要跟他女朋友去自驾游，刚好我借你这段时间用不上车，就把车钥匙给了他，让他们去玩几天。那现在你弟弟把车占为己有了，你妈还说了，这个车你弟弟结婚的时候就送给他们了，这是你也知道吗？妈，妈，我弟弟结婚凭什么要我把车送给他？您这不是胡来吗？儿子，你弟弟的女朋友看中了你媳妇的这辆车，所以妈就顺水推舟答应了他们。再说了，这车不就80多万吗？也不算什么豪车，你们到时重新买一辆就行了，对你们来说也不是什么难事。妈，这可是80多万的车啊，还不算豪车啊，你们也太无理取闹了。再说这是我媳妇用来跑业务用的，你怎么可以这么随便就答应了？这辆车必须还给我媳妇，弟弟到时结婚我们买一辆便宜的车送给他们就可以了。我说老弟啊，你都老大不小了，得懂事点了，听懂吗？赶紧把车还嫂子，以后没你嫂同意你不可以随便动用她的任何东西。老婆，你也记了，这件事是我妈和弟弟的过错，咱们都是一家人，你就别计较了，我保证以后再也不会发生。你看能不能跟叔叔同志解释一下，先把我弟弟放了，如果被街坊邻居到，我们一大家子就成为笑柄了。最后小叔子归还了车子，嫂子也不再追究。朋友们，你们支持丈夫的话吗？